队伍全灭啊！我们一早晚都要死一次的嘛，才可以看到那个经典画面。他刚刚是怎样暴击？是不是他有不爽？噔噔，没看起。其实我有看啊，只不过我以为刚刚那一集可以打死他而已，所以就没再装备了。这个铜戒指，我刚刚是不是没装备？铜戒指，装备铜戒指。噔噔噔噔。大强重新来过，没有，他只说队伍全灭而已。我的符鬼明明就还没死。哦吼！要拿吗？我现在不太想拿，我直接去拿 G 是新军眼，新军眼，拿完新军眼就去那个新军眼，新军眼在这里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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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赶快走走走走，新军眼，这里走，哎，不是这里，这里，噔噔噔，又遇到了，又是飞蛮，东西啦，刚刚他暴击啊，飞蛮暴击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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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的剑本来就是软的吗？不是刚刚才变软的吗？你看我现在的剑都硬硬的啊，哦哟。等一下他快不行的时候，他的剑就会很能 Q。好啊，等一下用那个给大家看一下。耶、yeah, ，打赢了！噔噔，喂，继续走，走走走，哎、欸，这里有个宝箱哎、欸，环灵丹，往上走，又是这两只奇术，我现在还没有，要升级才学得到。哦吼 ，miss 哎、欸。miss， 哦噜哦噜，好恐怖哦！飞姜不晓得好不好吃哎、欸，整个姜味很浓。哎呦，他对我做了什么？盲目？对我盲目吗？哎呦，绝技，先得你死。哎。拍拍拍拍啊！打死一只了！哎呦，他暴击了，又要暴击了！我又要死在这了吗？哎、欸，不行啊！哦，飞蛮要先杀死是不是？哦，飞蛮要先杀死哦，飞蛮要先杀死，不然会他会暴击哦，暴击就不容易打。哦，原来如此。好了，我知道了。啊，飞蛮这么邪恶，这么无耻，无耻小飞蛮。噔噔噔噔噔噔！哎，我走错路了吗？没有。噔噔噔噔噔！对啊，所以飞蛮要先杀死哎、欸，不然太恐怖了。哦吼！噔噔噔噔噔噔噔，超弱！对啊，我们现在还很弱，我们现在才一级哎、欸，平常练功不够。这里建议等级应该要三级，三级以上。我们的等级太低。哦吼！噔噔噔噔噔噔！啊，我们等一下就有小雪啦，小雪就可以帮我们补血了。哟，升级了，二级了，终于升到二级了。我要先升到三级，才有那个特殊技能。万灵丹又来了。喂，先砍死你！哦嘞，徒弟要死几次，师父都还没死，我们就已经死这么多次了，有没有？没有啦，现在才二级而已。噔噔，哦，哦吼，哦吼，哎呦呦，上吧上吧，有了，继续走。继续往前走，走这里，这不是走这，我要走这，我为了要来这的，我是为了要来拿宝物的。哎，这个到底什么好？军新军眼，这什么好东西？新军眼，哟，增加额外攻击力10%，这个吗？新军眼，修炼完成增加额外攻击力10%，哦，还好有来拿。
得好像很重要，好像很重要。攻击啦！对不对啊？好像有，好像有。再来呀、啊！耶！迷宫不行，迷宫要那个，迷宫要好像要在那个在存档点才能得到。我看一下哦，应该是没记错吧？迷宫好像要在存档点才能存档，存档没有？对啊，你看目前无法存档，迷宫要在存档点才能存档。噔噔，喂，走走走走走，喂，走这里，绕过去，不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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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哟，攻击你，破了，你还没死哎、欸！哦，存档不能啊！刚刚不是看了吗？哎呦，我暴走喽！先攻击死，耶！蹦蹦，噔噔噔噔，你们又想对我做什么？剑能 Q 了 ，QQ 键，噔噔，哎呦！恢复哦，三级哦，我现在有，我终于学会业武术了。等一下来啊，来用一下业武术。迷宫，走走走，这里有一个存档点，要在这里才可以存档。啊、哦，这个就是我的存档点。这个你看，现在可以存档，哎、欸，不是现在可以存档吗？哦，映月之光有没有？你是否要储存呢？是，存档。映月之光才能存档，是的。好了，存完了。噔噔噔噔噔噔噔。呦，你们在干什么？你们想对我做什么？攻击，幽灵，幽灵，闪避比较高哎。噔，奇术啦！刚刚要说要用这个嘛，用奇术的。呦，看到了吗？啊，112。好像还可以哦，112，啪！哟，他暴走了，他暴走了，他暴走了，他气爆了。为什么我不会气爆，你会气爆？哦，气爆提高防御力。噔噔，打赢了。看一下这个宝箱。哎呦，陆地金牛粉，名字取得也很有趣。陆地金牛粉，噔噔噔的 H 是什么东西 ？H， 银月叉哎、欸，先去拿一下好了。银月叉，等一下小雪就可以用了。银月叉我来了，哎、欸，旁边竟然有躲在这的人，太邪恶了，给我死！不用丹药补血，我现在血那么多，不需要啊。我喜欢用丹药补血。哎、欸，盲目了！砰砰砰砰砰砰！不、哦，哎呦呦，盲目砍不到哎、欸，要解盲目啊，这个不能不解了。哎呦呦，符鬼帮我干掉一个了。看一下物品，我好像没有什么解盲目的东西嘛，没有。哎、欸，这里解盲目，可是用这个小怪就解盲目，感觉怪怪的。小怪就在解盲目，好了，符鬼靠你打死他，我来专心防御好不好？符鬼你可以的，用那个嘞，用这个树，符鬼加油啊！有中吗？会中吗？哎、欸，中了！噔噔，因为他没打完就解除了，所以我觉得大魔王以外应该不用特别用。噔噔噔，奇术，哎、欸，用这个，等于死，狂 miss， 对啊，盲目的时候就狂 miss。练功很花时间呐、啊，练功，呵啊，死掉一只了。哦，解决了，噔噔，走出来了，走到了，
这里有隐藏的东西。这里有隐藏东西。这个地图有。河神大人啊，我将祭品献祭给你了。住手！不，快住手！哎，金，你们太过分了，怎么可以拿无辜的少女牺牲来祭祀什么河神？哪来的小鬼？啊，他是路过我们村子的人，路上我在路上有见过他。对，我是路过这里的人，见到你们在这举行过分的献祭，所以来阻止来。哦，这个献祭是得河神爷，河神爷吩咐我们只是照办啊。那个河神根本就是个骗人的神，你们都被他们逮骗了。死小鬼，你胡说什么？对啊，你又凭什么知道河神爷是真的假的？我就是知道。等等，小兄弟啊，将15岁献祭给河神爷，是以求全村平安，是我村中自古以来的传统。怎么会有这种传统？若我们不献给少女，河神他会变大怒，得全村架下灾厄。灾厄？是啊，让我们水源断绝，或让我们五谷不济，使我们无以为生。所以这神根本有问题嘛，根本就是妖魔的行径啊。你们应该想法子将妖魔赶走，而不是找可怜的姑娘来牺牲。小兄弟啊，人家河神爷可是神，我们却是人，怎么可能呢？放心，我曾学过鬼谷道术，也许能替大家消灭他。哎呦，你这时候终于说你有学过了哦，平常都不练功。噔噔噔噔，大人，这小鬼原来是江湖术士，只是跑来招揽生意，骗我们大家的钱。我什么时候说要收钱呢？你这什么鬼话？没错没错，你们才收我的钱，你收了我30两哎啊！那个客栈老板收了我30两，你懂不懂？我还没有跟你们收到一毛钱哎，连你们家里面的东西我都没有翻哎。面试大家的，倘若万一他不敌河神爷，只会连累全村，那到时该怎么办才好？小兄弟啊，实在抱歉呐、啊，此事攸关全村安危，老夫不能冒险，听你的。哎，还是要献祭呢。把祭品扔下去。小雪，你们太可恶了。想兜生意，起到别的地方去。你拍拍屁股就可以走了，但倒霉的却是我们呐、啊。谁跟你们烧钱了？莫名其妙。找一下啦。等一下再去找小雪。这里刚刚有符鬼在走，所以这里有问题。得到炸药哦，炸药！我现在有炸药可以炸你们了。还有什么东西？隐藏的神秘果，神秘果，神秘果，神秘果在哪里？攻略本也上面没写神秘果在哪。神秘果，神秘果随机存档，那不需要了。什么随机存档？我要这干什么？符鬼，等你吃啊！符鬼好像有点饿哎、欸。符鬼要收腰才能吃东西啊，真是可怜。存档，不修，储存，是的，我要跳下去了。走，可恶，我得下去救他才行。哎呦，果然是男主角啊！哎呦，没事，小雪没事啊，小雪快起来，快起来，这个镜头怪怪的，为什么叫不起来？哦，叫起来了，我、哦、终于起来了。你还好吧？啊，你是怎么了？哈哈，我是跳下来救你的。跳下来？这里是应该很危险呢、啊。没关系，我好歹也学过一点道术，应该可以应付那妖怪的。你什么时候哪来的自信？你哪来的自信呢、啊？啊，妖怪？你是指河神大人吗？是啊，哪有人会叫人用活人献祭的？我敢肯定，那一定是妖怪。可是，河神大人他怎么会是个妖怪？他就是个妖怪啊！我知道你们村里每年都要牺牲一名少女给他，而且都一去不返，据说是被河神吃了。虽然只是路过而已，但既然知道了这样的事情，就不能坐视不管。但是河神他会处罚我们全村的，所以就把他干掉就好了嘛。那大家就每年再找一个无辜少可怜少女，用她的生命换得其他